其实救了回来，中信拿到。其实我们看刘元凯这几波进攻啊，他其实蛮中规中矩的嘛。哦，战斧爆锤，艾德也灌了进去，连两次成功的防守，制造转换快攻的机会。艾德可以投三分球，可以灌篮了，可内可外。那这段期间，中信特工连续的一个得分，将分数追进了，剩下6分的距离，29-35。看看魏家豪这个传球找到艾德，灌进之后。